一张张喜洋洋的春联挂满大厅，还有名家现场挥毫。为了让民众在新春期间可以有喜气的氛围，台东邮局就在营业大厅举办名家挥毫赠春联的活动，不仅邀请到书法名家林威克、汤仲权、林领旭现场书写，民众更可以自己挑选喜欢的春联家具，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春联。纵然说乡下一些老传统的老人家，他们还有在贴春联，但是那些春联都是用电脑列印的，能够选的那个字迹也少。那么尤其哈，为了让大众有那个年节的气氛，我们除了所有字迹都有布置年节的一些应景东西以外，那我们在今天也特别举办那个春联挥毫，我们也提供了大概159组哈居家的字迹，还有商业的53组哈，供民众自己来选。啊，透过我们这些大师他们的笔画，他们字迹很漂亮，让民众来选哈，让民众能够提前感觉到年节的一个气氛。看到有就是老师们写的春联，觉得很漂亮。写在家里可以粘贴的春联，春夏秋冬吉千祥，东南西北迎百福，年年有余增康宁。往年都会来这边取这个春联啊，去年我太晚来了，所以我今年就早一点就过来看，结果真的就遇上第一天就是写春联，我很开心。那今天有想说要带怎么样子的春联回去吗？我有特别因为我今年是买新房子嘛，我要做那个，我有以我们那个我是住同乐街，我有那个同乐，请老师帮我写这样子，我很高兴。张贴春联增添年节气氛，有别于市面上贩售的制式春联，由书法名家亲自书写，甚至画上象征羊年的图案，贴在家门口更可以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东南新闻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。